在认识你之前，没有人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。在认识你之后，有些事情变得不太一样。嗨，你出现的颜色是我苍白世界里，你是我唯一的朋友，也像是我的家人。我真的不排斥他。 他对我来说是很特别的，他是我第一个朋友，也是我的家人，更是最不能失去的那一个。我知道啊，我不是故意的嘛。我不太确定我到底对他是喜欢，还是只是把他当成朋友、家人。 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有过这样的感觉。九级还是十？我会再讲。喜欢我吗？他最喜欢的音乐，好像也是那首曾经在我心底响起的《Long to You》。你本来就是我唯一的朋友。就因为我是你唯一的朋友，你喜欢的那个人是我。 你不要走！那为什么那么生气啊？因为是我送你的礼物。我喜欢你，然后跟我在一起穿。我告诉你，我很在乎你，是我从来都不敢去想。我们之间的距离比以前更接近，却也比以前更遥远了一些。干嘛？自己自作多情，还会是我最好的朋友？我不知道。 但是这些事情，你不能告诉任何人。你是用什么身份来质问我是朋友吗？家人吗？我们是朋友。你喜欢他，就是不在跟他说我喜欢他，因为我们说好了。好，我答应了。我们是最亲的家人。你只要放弃这一切，不再喜欢我了，我可以陪伴你，我绝对没有。 我喜欢你，我无时无刻都在想，如果那时候没有回避对你的感觉，而是做了另一个选择，那现在的我们会是什么样子？那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改变现在的自己。什么意思？ 原来是这样的，不准你再离开我身边，更不准你再把我当成朋友。我心里只容得下一首歌，什么歌？歌喽。